我 Halloween。万圣缤纷派对 ，Colorful Halloween Party， 那里面有草莓冰淇淋、薄荷风味冰淇淋、覆盆梅、酸彩虹软糖，还有鬼鬼插卡。这鬼鬼插卡是双面的哦，好可爱。For Halloween 的万圣节原味脆饼，好可爱的汤匙，欢迎大家一同来到德古拉的奇幻世界冒险，它是梦幻可爱搞怪有理，以梦幻缤纷流行元素Unicorn 独角兽为发想，它使用草莓冰淇淋跟薄荷冰淇淋，就是充满梦幻魔性的颜色，打造出梦幻的独角兽冰淇淋。有感觉到独角兽吗？颜色吧，独角兽是粉红色跟薄荷绿吗？还是那个什么？就彩色缤纷这样子，就是对啊，独角兽。然后这个是昆虫造型的酸彩虹软糖，就是一个梦幻啦。来，珊珊的美美有约 ，Let's have a date。玫瑰岩法式香草风味冰淇淋，草莓、焦糖海盐碎片，还有法式千层派，玫瑰岩香草风味冰淇淋。然后融合法国草莓、法国伊斯尼焦糖海盐碎片，这个法式千层派是多重工法反复烘烤出像蝴蝶翩翩飞舞的样子，这就是美美有约了。晨晨，你的美美有约，好吃了，它好可爱啊！对啊，纸片，对啊，它纸片还双面的耶，对，好可爱。那个独角兽好可爱哦！哇，这是好特色，酸酸的，对不对？什么？虫啊！对，虫虫造型，那个不是它的脚吧？可是很像，是它尾巴吗？这个应该是插着了，然后露个尾巴，对对对，我感觉像脚，好凶！耶、yeah. ！
哇，这蓝的耶，蓝蓝绿绿的，好梦幻的那种口感哦！啊，我的鬼雕你！薄荷的那个凉凉的，啊，好有劲哦！软糖啊！对啊，我要吃吃看软糖。耶，它拿不起来耶。它好硬哦，冻得好硬哦。草莓加薄荷，就是好好搞怪的口味哦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搞怪。可以分开来吃啊。这个覆盆莓还蛮酸的。对啊，凉凉的薄荷，扯成这个是玫瑰盐法式香草口味的冰淇淋，试试看。它那个比较甜，可是它那个官网上都三颗星的呢，三颗星甜度的冰淇淋。可能薄荷比较凉吧，凉的话又没有那种甜的感觉。嗯，真的比较甜，真的比较甜，比较甜那些。焦糖海盐碎片哎，难怪有焦糖味。这个比较好吃，这个很特别。对，它是要做出蝴蝶的意境啊。也可以说是爱心啊，我比较偏好这个妹妹有约，这是很特别啦，很特别的口感。可是我喜欢吃薄法国草莓 ，PS 法国草莓比较酸，它的焦糖海盐碎片好像糖果，很像糖果碎片在里面，好鲜艳的软糖。喜欢吃饼干贝啊，也是啊，冰淇淋也很好吃啊，哈哈哈。